这个好，是的，强迫和解就是所做的不是神喜悦的，为钱啊，为荣耀啊，为荣耀自己啊，为了权力。有些传道很看重这个权力，就是每个都听他的话，所以他回到家，他的老婆还是他的教友，他要这个老婆听他的话，无论在哪里都要人听他的话，这个就是骄傲，或者是用人的方法，不是用。是的，是的，少解释圣经。是的，是的，就是没有用神的方法，没有跟从圣经。啊，这个我觉得很可惜的，就是很多他们的教导里面不是用圣经解开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圣经分解。我如何解释基云宝区草木合接？很简单，圣经的标准，圣经已经说了什么标准，什么是神喜悦的，就是这些，神不喜悦就是草木合接，这个。